各部队的准备好了，命令都下达了。奇了怪了，这鬼子的鼻子可真够灵的，好像已经猜到咱们要转守为攻了。你看看，他们正在修工事，组织防御了。平心而论呐，啊，鬼子是可恶，可是仗大的真不赖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这防御阵地修的是有板有眼呐。啊，行了。 待会儿咱们开始进攻了，哎，你说这炮在咱手里多好，我于东风非把这鬼子的阵地给他炸得稀巴烂不可。就是，嘿，咱虽然没有炮啊，但未必不能把这鬼子炸得个稀巴烂。咋的？你小子有啥好主意啊？哎，连长。 怎样，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这样，我带着人先把鬼子第一道阵地打下来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机炮连藏着硬货呢。连长，你瞧好吧。好。营长，你这身子骨行吗？哼，我这身子骨行吗？只要冲锋号一响，老子啥兵都没有了。发信号。是。 取り戻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構わん。我々は目の前の陣地を守ればいい。援軍は今すぐだ。快，九百正，放！点火！ 小子给我留了一手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咱原来不是有一门炮吗？我都把这土办法给忘了。营长，继续炸炮！别逞能了，营长，没事，撑不了能了，我服软了。哎呀，这腿脚不听使唤了。待会儿啊，你带着队伍，给我冲，拿不下阵地，你就别想回来见我。 你瞧好吧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好，来，开炮！
眼前等着我们去拿呢。来，冲啊！神病怎么能好呢？打！你们俩把他裤子扒了，给他打针。哎，司令，你二哥司令夫，我不打针，我枪毙你俩！枪毙谁啊你？死都不怕，打个针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子。别怕，我在这儿呢，把他裤子扒了，打！哎啊！哎，司令夫，我不打针，我不打针，一眼就过去了，我不打针。啊！啊！于营长，你这是得了疟疾。没事了啊，哥。啥叫疟疾啊？就是打摆子。哦。贺司令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一下。哎呦哎呦哎！您出来一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鬼子咋样了？大部分都已经被消灭了，而且已经查明，这波鬼子目前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佐助真一。是吗？还真的是佐助真一啊。没错，我要知道是佐助真一，我就在阵地上再挺一会儿，我非得亲手宰了那个王八蛋。我给他打了5毫升奎宁，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，但是打的量还不够多，只能缓解一时。那就继续给他打。我也想打呀，但是已经没药了，部队断药好久了。这种疟疾是个传染病，咱们部队应该有很多人得了这种病，想办法弄点药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，我来解决问题啊。老吴啊，老吴呢？啊，大宝，老吴呢？吴教导员牺牲了。什么？孙来福，我怎么跟你说了，不是让你保护好教导员吗？营长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教导员，你处分我吧，要不你杀了我也行。我就是枪毙了你，教导员能回来吗？是我不让教导员去，就不会这样。なんでここだよ。こんな計画はなんでこんなに。何故ここは中国だ。我らの動きはバレでもおかしくないんです。そりゃそうだ。中立したは今我々のトラブルになる。奴らはさらに杖の前に屈する必要だ。青岛と威海の援軍は明日戻る。我が部隊の消防は起き、電報を出して南から部隊を引きそうか。特に神聖だよ。司令部に拒絶だ。我々は自分の頼みだけだ。何か報告ありますか？まさか奴らを国軍に入れる？それはもちろん無理だよ。だが奴らを手に入れて、そして使ってそのことは。あなたは国境軍を拡大しようか。奴らは中国人いじめは得意だが、戦闘力は全然ないです。それはないと申した。中国人の内戦、これは望みのことだよ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今日は我々の側近の部隊は確かにいい部隊だ。我々は抵抗はそんな長い。そして戦術と人事はすごくいい。ヤズラの番号を知らせ。そしてヤズラの指揮官は誰だと知らせ。
嗨。长征的时候，毛主席就跟我们说过，给我们讲过这个道理。地盘丢了，咱们还可以再打回来；要是人没了，那咱们还拿什么抗日啊？道理我也懂啊，可是说转移就转移，心疼啊。转移是暂时的，咱们迟早还会打回来的。可是于东风他现在病得不轻啊，别说让他指挥全营打仗了，自己走道都费劲。我建议就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他好好的养伤。好，这事儿就由你来办吧。啊，嗯，那我就让下面的一个区长把他送到敌占区的一个村子，这叫灯下黑。那儿，哎，少爷，这不太对劲儿啊，咋连个狗叫声都没有？好吧，带兄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。哎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哎，是。你们两个跟我去那边。好。哎，嘿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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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们也太慢了，人都走了，你们才来。吃屎，你们都吃不上热乎的。你说什么呢？哈，带我去见局爷。怎么着，又想要钱花了？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，要想发财就带我去见局爷。得了吧你。哎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就你身上这身行头还是我那三块大洋换来的吧？不错，我是没有钱，但是你们要是不带我去的话，那个钱要是被别人挣了，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呀。哼，行，我就带你去见局爷。但是老小子，今天这事儿啊，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五一十来，那就不是三块大洋了，看见没？我就用我这小宝贝儿给你身上加三块铁，带他走。哼，当娘的啥都没有，大当娘的一个都没有。菊爷，菊爷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赵德荣。这村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你在，应该不会是什么巧合吧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。没错，是我通风报的信儿，说你们要来砸窑子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难，我有脑子。你们被八路军打得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，要想干一票，这方圆几十里只有这地儿最合适。就因为我只给了你三块大洋，你报复我呢？哎，到了到了，就是前面那个村子。到了。哎，老王，这咋还有日本字呢？哎，这是日本人立的，上面的意思是受保护的村子。哎，日本人立这牌子干啥呀？因为这里住的都是良民啊，来帮助过日本人，从村长到下面的老百姓都是鬼子眼里大大的好人呐。哦，啥？停停停下，你给我停下。我刚听明白，合着你是给我们带到汉奸村里来了是不是？你给我掉头。小兄弟啊，我告诉你吧，这里啊虽然表面上是良民，实际啊他们都是白皮红心，暗地里啊都是跟鬼子作对的。你就踏踏实实上车吧。你早说嘛，老王，吓死我了。哥，走走走。菊爷，
我挡了你的财路是没错，但你得谢谢我，我还救了你一条命呢。行，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要谢谢你？这郭家台的保安队调走了是不假，但是这儿的财主，他儿子可是县保安队的队长，你砸了他的家，我估计将来你连胶东这个地界儿都混不下去了。我说菊叶，我倒是有一条发财的路，我保证要是干成了，您和您的那帮兄弟三年内不缺吃喝，我一个人干不了，所以还得仰仗您和您那帮兄弟。说说吧，怎么分？事成之后我分三成。呀，咋这么多人呢？真热闹啊！真好啊！哎呀呵，这是不是谁家娶新媳妇儿呢？哎，娶啥媳妇儿啊？听说啊，是有人在这里开了一个大车店，今天正好刚开业呢。喜庆，喜庆！这就到了，前面就是村长家。是啊。村长，村长，在家吗？瞎嚷嚷什么？没看见太君在吗？太君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看着面生，不是这个村的吧？我们是隔壁村来。哎，快点，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呀。问你话呢，聋了还是哑了？哎，你咋才来呀？不是说好一早就到吗？哎，二哥，我们早就应该到了，可是半路这车掉泥坑里了。他们什么人啊？这是我妹夫，那两个是他家两个臭小子。这大小子呀，这几天打崴子，他跟我妹妹要出去找活，恰好没人照顾，送我这儿来养几天。打崴子？哎呦，真晦气。行了，我说的事你记住了啊！哎哎，忘不了，忘不了。走，太君慢走，慢走啊！太君慢走，慢走啊！太君，慢走。哎，快，进屋。哎，怎么？嫌少啊，菊叶。我虽说现在落魄了，但我这一趟可不是为了这个。不要钱？那你要什么呀？菊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想跟您一起混饭吃。跟我混饭吃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跟我混饭，你一辈子也挣不了钱呢。之前我也说了，我这儿需要的是能跟我一起冲锋陷阵的。菊叶，我知道您现在这些队伍里的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，但是有几个是用这儿呢？不错，菊叶，您是个有勇有谋的人，但是您平常的时候遇见事儿有可商量的人吗？但是我敢打保票，我要是跟菊野您一起混，将来胶东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呼风唤雨了。我知道菊野您可能还没看上我，这下一步计划怎么去安置你这些兄弟？下一步呀，先找个地儿啊，给我这帮兄弟们落落脚啊。
那不过是个草头吧，那样的话，是斗不过八路军的，也就给您父亲报不了仇。那老荣，您有什么高见呢？菊叶，那我就再问您一个问题：您觉得，在胶东这个地方，现在最有势力的是谁呀？ 你说呢？日本人。老荣啊，看来这次呀，咱们俩又该搭班唱戏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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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兄弟们，之前我跟你们说过，不出十天之内让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收，我没有食言吧？没有。来来来，大家伙敬大当家的。好，好，哎，敬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来，哎，来喝酒。虽说呀，我们砸了那伙犯私盐的，暂时吃穿不用愁了，可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吧？就是，今儿个呀，我想跟大伙合计一下，咱们山头以后的路啊，到底该怎么走？要我说呀，咱们要投靠，就投靠那最硬的。咱们山东那地儿谁最硬啊？日本人。哎，咱们就有一个说一个，你就说这八路国民党军，还有这各个山头这些草头王，谁能跟日本人干呢？要投靠，咱就只投靠日本人。大当家在的时候，就没答应过鬼子的收编。就是，虽然咱弟兄们立了跪落了草，但好歹咱还是中国人，不能忘了祖宗。是啊，就是不能忘了祖宗。就是，是啊，不能忘了祖宗。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好，说的对，好，放弃。少爷，齐汉王，我告诉你，在座的可都是咱中国爷们儿，投靠什么日本人呢？啊！以后你再敢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信不信我第一个毙了你？给我滚！啊，行，我滚，我滚。来，咱大伙儿继续吃好喝好啊！我跟你们保证，我苏小菊就是以后要饭，我也绝不投靠日本人。来，吃好喝好，明儿个给大伙儿分钱。好，来来来，娘哎！哎呀哎呀，你干啥啊你哥？你咔咔咔咔咔咔，你天天咔咔咔，谁能够受得了啊？这不闲的吗？反正也没啥事儿。你也不能老是咔咔咔呀，我受得了吗？你还让我睡觉吗？我，你说这是养的啥病啊？这是，除了吃就是睡。睡了就是吃，我告诉你，这病没养好，反倒养出毛病来了。哥，我看你就是贱。你说咱在队伍上那么忙吧，你嫌忙；现在闲了吧，你浑身不自在。嘿，你现在是不是好点了？你看你待会儿犯病的时候，你还闲不闲？我就是闲得闹心呐。哎，你说当了这么些年的兵，天天听到训练的声、枪炮的声。这心里边舒坦呀！哎，你听听，你听听现在这声音，静得让你难受，你憋得慌。哎呦，哎，哎，来福，
裴哥出去转转去，啊，走。哎，这临走前政委特意嘱咐我，让我看住你，不让你出去惹事儿。你以为我是犯人呢？你还得天天看着我。你就陪哥出去溜达溜达去，没啥事儿。哎呦哥，走走走走，这几个村子有啥好溜达的？回去睡觉，躺着躺着。又忘了，咱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大车店要开业，我告诉你，那人多肯定热闹，顺便咱哥俩喝一口。喝一口啊？哎，喝一口，你有钱吗？你喝一口，你身上有啊？我身上钱你别惦记啊。这不，咱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说了吗？这钱是给我花的呀。那是花你身上，这是给你看病的钱，那不是让你喝酒的。你管他花在哪儿了，反正这钱是花在我身上的，啊，甭管了，听我的，走。哎呦，缺心眼啊你，走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爱喝酒。哥，店不小啊。哎，二位二位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啊。你们家不刚开张吗？咋没啥人啊？哎呦，您二位可不知道，现在这生意不好做，能喝得起酒的有几个呀？再说了，现在还没到饭口呢，所以没人。嘿，您二位想吃点什么呀？啊，来壶酒，一盘花生米。好。哎，你这有带荤腥的吗？刚酱好的猪耳朵，二位尝尝吗？好，来一盘。二好，弄两根大葱。那还有什么说的呀，伙计，给二位爷上两壶好酒。哎，好嘞，二位稍等啊。哎哎，二位请慢用。哎哎。哎，哥，你咋了？这是觉得不对劲儿？哪儿不对劲儿啊？就刚才这个人，行走站立，腰杆挺挺的，一看就是当兵的。还有刚才那个伙计，一边干活，一边用眼睛瞟着咱。好像还真不大对劲儿，他们啥人啊？不知道。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出现当兵的人，绝不是善茬。来福，咱们走。哎。二位，这酒也没喝一口，菜也都没上。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？不少剪子，没少开过枪吧？您这说的什么话呀？黑店的，行，规矩我们懂。我们身上的钱你们随便拿啊！哼，就你们身上那几张毛票，真不值得老子抢。哟，那兄弟，那对不住了。你看我们哥俩像是有钱的人吗？就这几张毛票，那是喝酒跟人打赌摔跤赢来的。你说我要是知道碰上你们，我们多赢点啊！是啊。哎，你们要干啥？你们啊！我这人向来不喜欢废话，
更不喜欢别人骗我，所以我问你们问题，你们要不好好回答的话，还得挨拳头，懂吗？懂，懂。那咱们就先说说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哥俩是扛活的，扛活的，扛活啊，扛活！你认识枪剑？扛活！你身手这么好，你这个回答让我太不高兴了。打！哎，我，你去打听打听，这周边像我们这么大的，谁还没练过几天武啊？看来光跟着聊是聊不出什么实话来了。你们俩喜欢逗闷子是吧？啊，拉扯！啊，哎，你们干啥？你们要干啥呀？哎，哥，哎，哥，你们要干啥？你们要干啥？你放开我哥！哎，别干啥？干啥呀？我今天也不打算开门做生意了。你们俩喜欢玩，我就认认真真的陪你们玩。哎呦，大哥呀！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们到底想干啥呀？这把刀我天天磨，也不知道快不快。也许你能告诉我。哎，哥，哥，没事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们那么多人，你们犯得着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般见识吗？啊，你就是弄死我，我也啥也不知道，我就是个扛活的。哎，哥，哥，哎，哎，哎。看来你这扛活的运气还不错，还玩吗？玩，大哥，有本事你把这手全都给我剁了，把五个手指头全都给我剁了，剁，你剁。好，大哥呀，我们真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呐。哎呦，这回我一口气来五下，你要是还没事儿，我就剁我一个手指头。哎哎，别别，大哥，我说我说，你给我闭嘴！哥，这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咱就别瞒着了，又不是不能说。大哥，我们以前当过兵，在国军，我跟这位大哥当了逃兵，开了小差逃出来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是国军抓逃兵的吧？当初你逃走的时候，应该有人告诉过你，一个星期不回来。再见面的时候，应该就是你的死期。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让你回去处理好你的事，然后赶紧给我回来。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高营副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咱们还有机会再见上一面，啊！哎，那天晚上你是咋逃出来的？还有，咋跑到这儿来，干着大车店？你说这事儿吧也巧，那天你走以后啊，我就接到一个任务，哦，带着一帮兄弟，就算是躲过一劫。这后来呢，我就陆陆续续的在其他部队里边干。你知道我这人有一颗抗日的心没错，但是我性子直，就是看不惯官场上那些腐败，然后就得罪了一个军长。哦，你看眼瞅着军装就穿不下去了，我就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啊，一块躲到这儿来，开了个大车店，谋点营生。哦，不过你那帮兄弟下手太重了，差点把我胳膊弄折了，真够狠的。喝酒。哎，这真对不住啊，我那几个兄弟啊，肯定是把你和你那兄弟当成来踩点子的响马了。嗨，我在这替他们给你赔礼了。哎呀，我敬你一杯。赔啥礼呀？啊，既然是误会是吧，咱就不聊这些事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泥巴捏的，挨两下就挨两下。你们身上咋还带着枪呢？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呀，这身上不带两支枪防身能放心吗？这做生意的现在都带一两支枪，再说开大车店的，这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。主要是我男人呐，跟他那几个兄弟啊，原来是当兵的，
身上带两支枪啊，踏实。可不是嘛，你男人。哎呦，你瞅瞅，我还没给你俩介绍呢，你俩刚才不是干上了？柜台那个掌柜的，是我当家的，他叫罗刚。哦，我在参谋部当参谋的时候，我们俩就认识，后来就好上了。哎呦，这兄弟是你男人啊？是啊。哎呦，身手可真不赖啊！啊，嗯，配得上你，配得上你。啥配得上配不上的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我这就是俩人搭伴过日子，凑合过着。哎，这话说回来，这你当年为了几块大洋，心心念念要娶的那个女人，后来你娶她了吗？哎呀，哟，不是让鬼子给杀了吧？咱不说这些了，说来话长，等以后吧。以后我找到她，带着她一定来看你。哎，不过说回来也是哈，这些年你都忙啥呢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看你，你跟你男人都一样，问了我好几遍了。我现在没啥正经营生啊，就是挨个村子乱窜，给人家干点长工短工啥的。这不，这个村子里的村长啊，那是我舅舅。舅舅？啊。哎，那会儿你不是说你家没啥亲戚的吗？咋跑出来一个舅舅？啊，嗯，这他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啊，掌柜的，有啥吃的？呦呦呦，你说今天吹的什么风啊？把三位老总给吹来了。你说我这小店刚开业，这不是让小店蓬荜生辉吗？你是老板娘啊？嘴还挺甜的。我一看呐，你们拿着真家伙，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，净说实话。净拿好话糊弄我们哥仨，我们哥们儿也没钱给你啊。啥钱不钱的？你这是第一次来，你就跟我提钱，这不是打我脸吗？今天全算我的啊，算妹子请客啊。小五子来了，给几位老总上几道硬菜，还有酒啊！哦，对，还有酒，把我屋里那几坛好酒给我拿来，哎，快点了啊！好嘞，几位先等着，马上就来啊！好，喝着。啊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然先回去吧。找个机会，到时候。好，改天我再来看你。哎，来来来，来福，走了。哎，来了，哥。站住！你俩是干啥的？以前咋没见过你俩呢？啊，哎，老总，我们是打零工的，不久前刚过来。打零工啊，看着不像啊。肉来了，我们家新酱的酱牛肉。特色，这才够硬。哎，赶紧来，老总尝尝。来尝，来都尝尝。不错，他是村长老史的外甥，好吃，确实就是个扛活的，我能证明。快坐，快坐。坐。你尝尝这酱牛肉，味儿可好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喝。好。掌柜的，干啥呢？傻在那儿？那酱牛肉还有那酒，倒是给拿过来呀。哦，嘿，我给忘了。咱这开店的需要你们照顾，是不是？理应孝敬孝敬。哎，谢谢，谢谢老板娘。跟你舅舅问好啊。谢谢老板娘。哎，哎，走了。是。哥，这回可真没白来啊！这又给酒给肉的。哎，我帮你拿。哼，是没白来，还挨了顿揍呢。咋了，哥？你要吃独食啊？啊啊！也不看我跟那女的啥关系啊，当然没你的份了。不是哥，你看咱们有纪律，不能白吃白拿老百姓的东西，不然马政委会处分你的啊。哎，
你吃了就不受处分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我跟那女的是啥关系吗？一个战场上爬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人家乐意让我吃，让我喝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再说了，这跟饭局里有啥关系？不是，哥，你跟这女的啥关系？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呢？这女的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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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吗？哎，我说了可别乱说啊！啊，当年我在国民党军的时候，她是我营长，我在战场上救过她的命，人家也帮过我。不是，这女的营长啊？哎呦，真看不出来。哎，你可别小看她呀，当年在战场冲锋的时候，一点都不比爷们们差，那枪打的那叫个准呀！哇，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当年在战场上不服输的一个女人，现在见到二狗子，竟然笑脸相迎。哼，要是搁在两年前，他早就一枪毙了那帮家伙。哎呀，时间长啊，人真会变呐。哥，我心里一直憋着句话要跟你说。别像个女人似的啰里啰嗦的，有屁快放。哥，你说这么多年了，小凤是不是也变了？放屁！小凤和我们一起长大，你不了解她，还是我不了解她？